好久都没有盘点僵尸了，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僵尸吧。那老大，我们盘什么呢？盘点那些横冲直撞的僵尸。第一个，全明星僵尸，出场的时候速度非常快，管他前面是什么，反正就是一个字，冲。碰到正常的植物那还挺好，要是碰到爆炸坚果、热辣海藻什么的，嘿嘿。第二个，机器牛，在骑牛小鬼僵尸的鞭策下，加速冲到第一颗植物面前，然后又会后退一格，接着甩出骑牛小鬼僵尸，